紧接着进行的是男子个人对抗赛的金牌赛，请选手及裁判进场。第一把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魏君衡。第二把，国立体育大学高浩文。此把的裁判是林丽珠裁判，请选手准备。十分。九分。七分。九分，十分，十。第一轮，魏均衡射出27分，高浩文射出28分。目前由第二把的国立体育大学高浩文获得2分的积点，暂时领先。六分，十分，十。九分，八分，十。
目前还是由第二把国立体育大学高浩文以4-0暂时领先，第一把的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魏均衡。8分。7分。第三轮结束，魏均衡射出28分，高浩文射出27分。目前两位选手还是4-2暂时领先，目前是第二把的高浩文以4-2暂时领先。9分。8分。目前前四轮射完，两位选手各获得4分的积点，战成平手。我们进行最后一轮，三支箭。
九分。八分。十分。九分。十分。目前两位选手杀得难分难解，4-4到5-5。待会再设个10-10，再加设一支。好，目前确定我们两位选手各获得5分的基点，要进行加设。好，我们进行加设。第一把未均衡，申请发射。九分。我们恭喜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魏均衡获得个人对抗赛。